哎呦，孙勇，孙勇来了，赞哦！今天约会就是要抽一番赏，对吗？对，这么重要？谁要看约会看一番赏？一番赏那么重要，拜托，有梦想的地方来了。我今天来到树林还是板桥啊？交界点，天龙德，好不好？这几人睡哦。那是玩具的时候活动遇到好几次，因为这个人好有趣哦，他头发真的好有趣哦，帅好不好？而且你约会来抽一番赏也太干了吧？你有抽过一番赏吗？有，你有抽过？嗯，好玩吗？你觉得？好玩。还不错，我在 Seven 抽的，这是正常的吗？正常了，没有鬼，没有鬼。是也，反正今天这边全台最猛最贵的奖品，最猛最贵一番赏店。你有 PS5 跟 Switch 啊？对啊，还有在抽一些 GK 雕像跟库珀利特熊。哇，那你是大手笔耶！哎，这里好赞哦，你这盲盒好多，250种以上的盲盒吗？很赞，超多。很多女生喜欢这种小盲盒。那我们今天要抽什么？我们今天要抽。都说你要去约会，你要准备礼物给人家啊。我跟你讲啦，礼物的话，花啦，库珀利特熊永生花，送朵玫瑰给女生嘛。这里面有花，我现在看到了、永生花。天哪，熊熊，抽熊送他吧。哇好，来吧。我很少抽熊哎、欸，会不会有新手运？不想要哪一只？这个市价多少？我预购来的，当时发货的时候是5000。加油，孙，不要害怕。这样怎么玩？抽下去要怎么玩？杜蕾啊。我赌了你。抽一个浪漫的号码。我爱69更浪漫吧，被他抽掉了。汤宇抽的吗？你想几号？五二，我想56，一人一个，1、2，咚。没有。16家，那你走。小赏任选，好了，先十抽啊，拼了。十抽啊，要感应。安打，安打，全雷打。一番赏资料夹，你知道他几号对不对？因为我在看你微表情。你在看我微表情吗？我大概知道。那你就手在那边游移呢，你看他表情。好吗？你要34吗？那、啊、你抽。多。资料，你们都资料夹命啊！赛，来一个。1号。来，一马当先。就1号。啪。小奖。哎，小奖，我看你们暗示些什么？哇，你的发型非常的好看。尖尖的。尖尖的。7号啊。7，你看有没有像头发？有、这个7蛮尖的。中了吧？来了吧。小奖。上次怎么可能 Switch 3抽中，真的很可怕哎，吓死了！这其实很难哎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中游戏机啊，或者中熊熊啊，代表你超旺。你的幸运号码来一个，你的幸运号码呢？4号。4号吗？确定？为什么？吉利的约会中。中了啦，资料夹。我真要感应，因为冬天太冷了，还不感应。64抽，我以前被经纪人64抽。没有。我能问狗狗啊？问店长啊？认真在分析。就抽2号，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？跳来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！你老师，我都看到一番赏小赏，我暴气了。啊！超级赛亚人伤让你们久等，抱歉，这个状态我还不太习惯。10+30，对，中了吧？中了！哎、欸，黄色的，黄色的，果挂有用哎、欸！银花，银花是吧？真的中了！念赛耶赛，刚好你是赛啊！真的透露了啦，真的中了，哎、欸，刚好十，哇，哎、欸，刚好第10抽中哎，而且能直接命中花哎，对，因为你刚刚指定说这只哎，媚曲，真的媚曲，中中中，谢谢狗狗，谢谢嘎逼。看到没有？约会不能带女生来抽，是你没选对一番赏店，不是熊熊抽不起。而是天龙德更有性价比。哇哇，送五抽，送五抽，这边5抽 PS5 哎，真的太会讲话，势不可挡了。我们这一番赏很厉害，你们就算拿光照啊，也是照不出里面的奖项，就是直接从这边这样照过去了，看不出来的。哦，有人会，有客人会这样照是？哦，光地下街就照了80000。哦，所以一般有可能这样照出来啊？一般的是照得出来。我再问他一下，店长，怎么可能问得出来啊？怎么问呢、啊？但我狗真的听得懂人话。像我之前这几天比较就是运气不好，那我就问一条狗说，我问一条狗，我今年会旺吗？他就说旺。哇哦，中了啦！7-star哎 ，7-star，7-star什么？盲盒，还不错。C， 哇，很强！两脚，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第一，哎，你要这样聊，我有很屌的经验，跟你们分享。哪一个？我之前去那个妈祖庙抽签，我抽过签王，整个签筒里面只有一支签王。抽？什么叫签王？签王就是第一支签，加上签的那种。哦，抽来，讲成这样，膝盖突突的签王。不要这样，最近跌倒。他跌倒啊，然后他说要去照 X 光嘛。嗯。骨
骨裂。对，那奇怪，那什么水沟盖没有照 X 光？噔噔噔 ，C C 哦，可是 C 很多哎，我都在 C 上下哎，哎哇，已经抽过了，可以继续抽啊。啊，老板就是要铁了心要多送你一台、啊，一样啊，十抽内啊，十抽内要结束这回合、啊。加油！哎，你第十抽之前问一下狗狗，看它吃哪个，选两张给它，然后让它摸，不是给它闻，握手。我真不想看、欸。你用什么？哎、欸，他又撇头，他撇头了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再一次。什么意思？他很淡定哎、欸。哇！哎、欸，那、欸、只、欸、手，你的左手，奶糖，你左手。哇！他看左手，他看左手这样子哦。胃腹，胃腹，胃腹哦，胃腹部哦。没有了，吓死了。他说：“抱歉，主人，我只是天气冷，抽蓄一下而已。”还有三张机会，你的店员呢？一个一个来。而且不是很多人说你的店员很漂亮吗？如果抽到那个790一台 PS5， 如果抽到的话，你就可以下班了。这次可以不用再来了吗？来喽，内鬼就在身边。F， 哎呦，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，你就是那个声音很活泼的小编吗？对啊，我满手 A。真假？真的啊。好，帮你拍个电影，满手 A。先挂上面好，来哦来哦来哦，哎，试一下，哎呀，这个天也没有用，真的是不要画色素就会更好。啊，我前几天上班才抽一个 B 一个 C 耶，来了，抽满 A 啊，这假的，必中效果，那一样从上面开始好了，今天一定必中必中，哎呦有 B 还不错吧，哎，目前最高哎，怎么办我们十抽没有中哎，唉，今天我觉得不到一个底是不开心了，再五抽。没人欢呼，呜！再抽一次，就是那张，白了、啊。你看一抽多少？790，现在十抽7900，所以只要接下来几抽中，还是赚哦。尖，西元边，抽一个。哎呀 ，F， 有越来越少了，没有。F， 好难哦，因为刚刚已经有银花了，人不能贪了，但是我一定要贪，我最贪了。一定是我们没有合体技。好，爱希望勇气，爱希望勇气。小红帽恰恰来了，哎、欸，哦，有像有像。PS 五 ，Oh no！ 伸过去了，这真的好难啊，我有点想哭哎。我怎么能干他鸡巴呀？有时候一发场很神奇，有些客人一走进来，他看他呆呆的，一抽，喂，就中大奖。好，我呆呆的，我要培根，我培根，整个培根一点，培根一点。呆呆的。我们要呆呆的走进来，然后呆呆的这样。对哈，我们从头到尾呆呆走进来。咦，这里是公仔店吗？有一番赏可以抽哎、欸。我来干你娘、欸！咦，你在干嘛？你觉得是这张吗？我都可以啊。好啊，那你把它刮掉。咦。这真的很难呢，其实还有什么迷信的行为可以做？跑三圈，跑三圈也有这种事哦。谁会那么迷信啊？疯了！有啦，有来了啦。来，你来，你是跑三圈的女生，改变了。嗯、告诉我所有台湾迷信的方法，告诉我，全部告诉我。走、哦。来哦。逗吧。你讲。B。在八月生日，821，第八张，我觉得两最后一张，最后的月牙天冲啊，就只有一张 A， 各位，其实这个真的很变态，注定就是注定，试看看吧，中了吧，哎，Oh my god， 终于了，终于，还这么多，终于出货了啦，我靠！对的，其实感动哎，是感动。把我那个乌青 PS 拜过来，颁奖典礼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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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们平常有在给观众抽奖吗？有啊。你们帮我挑一只酷博一个熊过来好了。哇哇，抽熊哦！熊熊来了，富士山空照。富士山空照的酷博利克熊。这一次啊，虽然是同个熊，但是花色会不一样。好，你这么大方，天龙底下留言说天龙的发型好猛、好棒、好高、好炸，超派、超派，我想要熊熊。好，就留这样子，就留这一句，睡。怎么今天那么保守啊你？我平常看你很疯癫的。
是我们的频道，我们的频道里面可能我会比较夸张一点，但我私底下其实是一个很收敛的人。确定吗？你要看你头发再讲，头发还是很好看，质感男呢。这点赞，反正这个板桥人素人可以来啊，很赞。借问狗卦，来这边借问狗卦，问嘎逼啊。PS 太多是这种烦恼啊，哎呀，没得可晒。好了，下面订阅分享，小铃铛叮叮，拜拜 ，See you， 好玩哦。